参乘坐机。南无李玉尊法尔常如是，佛今阎毗尼为定法久住，身且众中尊，是离两合合，法界清净转为众生明灯。佛入涅槃后，莫为我无私，住持自他力，戒律为第一，三学戒为首，菩提律作基。戒律若不存，当处法随灭。佛智具足戒，通遍有十义，舍身令欢喜，安乐为性，成长并调伏，安住亦断除。现前当来漏，自正法久住。若不学此戒，世界皆暗迷，是他无以立佛法速衰亡。我今净毗尼随学而力行，真护如木珠，亦如牛爱尾，净慧生安慰，永却有进退。求我现吃喝腿饭，求哀行忏悔，心净身心起，发愿四弘布，以此为资粮，尽趋佛菩提。佛在一正道，我今亦如是。虽行毗尼教，其实为佛道。时日遥，戒轮情将昏，我见此衰相，奋勇立誓愿。日轮晚坐镜，大海亦为盆。照我忠义胆，欲我孤臣魂。求此心不悔，神节愿长存。念佛全家护，令我菩提成。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好，我们现在翻开《沙弥律仪要略集注》啊。那么第二十页啊，第一行不通忏悔，使堕大地大阿鼻地狱啊。阿鼻地狱讲完了，那么受烧煮之苦永劫无尽，鸢飞是空中飞行之小虫，软动泛指地上爬行之小虫。那么为细昆虫肉眼能见之小虫，此三句概括一切虫类。它们虽然形体不同，都有生命活力，知道贪生怕死，一切都有佛性，都可能成佛。所以佛智但有命者，不得故杀。这个但有命者啊，不得故杀。那么到底命？那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这个沙弥学处啊，这个也是一样，147还是哪一页？好，149，第一行哈。那个命者，那个命是为一切众生皆以什么？是喜暖三色性相连，名字为命。有没有？这里就有解释的，这个所谓的命啊，要定义一下子的啊。那命是有四暖喜四喜暖三样。四，糟糕了，四在科学上就是什么呢？它一般来讲就是什么心电图，那个心脏跳动咯，或者是什么脑波，他们认为有脑波，脑波没有了，号称什么脑死。脑干死，那么呢，他就这样，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气息啊。那可是呢，甚至于那个都还有息哦，好吧，就算不要那么残忍了，息没有了，视没有了，视就是脑波反应没有了。那么呢，暖还在的时候，理论上说这个是最维系的意识啊，比如第八意识根本不会执着，不起反应的。所以脑波里根本没有动，脑波能够测量的充其量是前六识，充其量前六识啊。那么呢，第七、第八完全测量不出来。所以说，后去来先主人翁是谁呀？第八呀，是后去来先呢，就去后来先呢，去后来，去是最后，来最先，第八意识先进来。那么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你以脑波来看这个事的有无啊，不充其量，这个当然没有跟佛学对上了，但充其量就是前五前六。那么前六世没有了，很多人在学唯识，在学那个一半的，他认为那个前六世没有了，这都是听不到的，那念佛他怎么听得到？念佛如果听不到的话，我们那个地藏经里头说，那个人死我们做功德，他还有六分，他七分还得一分，我们得六分，那么他怎么得吼？这第一啊。第二的话，我们还得在他旁边跟他讲我们做了什么功德，那他怎么知道了？告诉各位好了，这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电灯怎么样啪开了啪就关了，这零跟一之间呢，有无零一百零一百，哪里是这样？死是一个 continued decay 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连续衰减的状态，是连续的，它是连续衰减。那么什么叫做去后来先祖龙翁？那么第八意识，难道第八意识还没来的时候前六世有或没有？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说法足为是，你不要把那个人的心呢分割成那么多个。那么好了，那么第八意识来，六没来，那么六得慢慢来。那么六还没来的时候会把它挡住，那好了，现在有第八，那么六不能进来，那这样到底怎么办？这不是这样，那你要这样理解。我问你哈，雪，一个雪球在融化的时候，我问你，是一下就融成水呢，还是慢慢从外面慢慢融，哪一种？对嘛，慢慢融嘛。人的心呢，是这样子，人的心是有结构式的，是深层心、表层心、再表层心这样。那么你说那个表层心慢慢的衰减、收缩那个作用，收回去，缩到第七，藏入。那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作用完全都不起作用，不是没有了，也不是跑到哪去了，都不是，是怎么样？它缩回到第六。那第六呢，后来也缩回了，就走了。什么叫走了？没去哪里，就收回来，收到第七。然后第七呢，他就一直执着什么？只能对内执着第八。那么等到这个七那个执着的感觉啊，他想要去干嘛？想要去干嘛的时候是干嘛？投胎。那时候想要投胎的时候，他就会染父精母血为我。那个所谓的染啊，所谓的染就是第七，第七唯一能染。在第八的时候，他不能染，他只能附藏东西。就像那碗本身，伊就会使放物件尔，盘子本身能放东西，他本身没有什么知觉的。那么那个所谓的第七是站在第八上面，怎么样去染那个第八？我自己站在第八染第八，我站在地上，那么什么贪染地这个地，意思是这样。那么带着第八去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所谓来先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一投胎的，我一投胎那一刹那，那个污染的那个自我感呢就迷失，这一迷失也不起作用，一不作用剩下第八，整个的生命体就剩下第八在那里。然后他怎么动作的呢？当时我想过去啊，那个念头一响的时候，第八冲进去的时候，第七混沌掉了，不是跑到哪去，混沌掉，所以最后是由第八负载着，然后这样进去。进去的时候什么叫做来先？就第八来了。来的时候什么来先？那意味着后面有个七六四五三二一慢慢过来吗？不是，他慢慢复苏，慢慢复苏，在第八当中慢慢复苏出第七出来，然后第七就执着他，执着那个第八，有我，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已经在胎里头啦。那么慢慢慢慢的那个这个他因为执着我，那就我要成长，然后就会长出了一个胞胎。像是乌龟一样，长出这样来，然后慢慢慢慢的，怎么这么长大？然后长出一个头啊、手啊、脚啊，就这样长出来。哎，长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什么，慢慢慢慢，因为有眼睛，好，那个眼视，第五眼视，第四眼视就复苏，开始作用，从第八当中，从第八中恢复第六，然后第六开始。眼睛就张开，
那时候是如幻的有演示出现的，那都是由什么第七的我执演变出来，所以并不是说从哪一个来慢慢来，那不是这样。那么要是这么讲的话，请问当你在眼睛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不过是他第七收回第六收回去，然后再有第七收回第六，这样，这是我是用比喻啦，意思就是他慢慢萎缩了，那萎缩到最后那个剩下还是个我执，在还没有投胎之前他不迷的，那所谓的中阴身，中阴身剩下那个我执心，他没有眼睛眼根，可是他自然能看，你干嘛那个我执心呢，那个他没有那个没有那耳朵，他自然能听，那中阴身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我没有眼睛，我不要复苏成为眼视，可是我有一个执着，我想要对外认识的话，我就直接用什么第七去看，第六去看。就我们晚上做梦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晚上做梦的时候你有没有把眼睛张开来看梦中的梦境，没有啊，可是你这个第六意识当中自由眼视在那作用，有没有自己有眼睛，所以我晚上做梦我这样看的一切很清楚，我不用戴眼镜。你们那近视眼的人呢，发什么法中，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晚上做梦，你是因为近视眼了，所以你在梦中看不清楚，你得再醒来呢再戴眼镜，然后再继续睡呢，把眼镜带入梦中，然后你才看得清楚，你是这样子的吗？显然不是。你戴眼镜也好，你乃至眼睛瞎了，瞎了不行，从小到大都是瞎的，没有印象，那就不行。比如说你活到一半的，说昨天还好好，今天眼睛瞎了，那你今天做梦，你今天晚上做梦照样眼睛能看。换句话说，能看的并不是个浮尘根的眼睛，是你的六识，第六意识直取境界能看。那么如果这样子了解的话，现在的医学就是荒唐的。他认为呢，第六意识不动了，死了，顶多嘛，顶他脑波不动，顶多，我说顶多第六意识，搞不好都还不是，搞不好他只能 detect 到什么前五识而已。因为前五识的作用显然是怎么样，显然是有脑波的，不过他们号称说人的意识心在动，有 alpha beta 那个线呢，在那里，那如果是 alpha beta 的话，如果说他完全都停了，噗噗噗停了，完全停了，我们这个人死了呢，顶多是第六意识也收回去，也停止不动了，可是他有一个第七的执着是还在那里，那就是维持那个暖心在那里。那么第七也收回了，还有那个暖，那很淡，剩下第八暖，等到第八那个第七往外看，看到南京母血，或者是他的因缘已经到，他等下脱离的时候呢，慢慢的第七收回，失去了作用之后，第八就开始浮离开。这一离开的时候，他的第七立刻就恢复，因为他随时要有个我执在那里的，你懂吗？所以人死都有一段什么时间？混沌期。那段混沌期，我们确实承认，在某个程度上呢，确实是念佛闹不清楚，因为他连第七第五这一次暂时也迷闷掉了。我们说昏死过去，学过白法人就知道有迷闷，有没有？他迷闷掉了，迷闷掉完全都不能，连那个自我感呐、也很维系，很维系。他不被复苏，所以他那个自我感不清楚，他只能变成什么潜意识的作用，然后慢慢的浮出来的时候了，慢慢浮出来就离开第八就跟着离开。离开，你可以想象第八的眼睛能够看、能够作用的，就是第七带着它作用。等到它完全脱离的时候呢，它会往回来一看，看自己躺在那里。相信自己死的人，他就会这样，他就看躺在那，然后慢慢就脱离。脱离怎么脱离的呢？整个人从你的身体上面上方这样浮开来，这是假死，会是这样。那如果是真死的话，那也就是所谓的什么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附，那么旁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出，有没有？这六四句偈是吧？鼎盛鼎人从鼎人对不对？鼎门出去的是圣人，那么衍生天从眼睛出去，然后再来呢旁人心人从心里出去，那么呢恶鬼附，恶鬼重复，
旁生膝盖离，旁生就是畜生呐、啊，畜生从膝盖离，那么地狱脚板出。所以说他那个事会一直，他一直要离开的时候，他就维持那个暖的感觉。你如果是圣人，你要称为圣人的，他就会暖暖在这里。那如果他是天人，那么暖暖在这里。那么呢，心人那就在这里，啊，再不然就是父，他最后那个地方还在暖，然后从那个地方出去，从那个地方就出去。一般来讲说，验证他从哪里出去，说摸一摸哪里最热，其实他还在热，就是他还活在那里，懂意思吗？他还活在那里，理论上说他就还没死。真正要能动他的时候，事实上是全部都冰冷的。你可以最后摸他说，哦，那里还在热，那等等吧，你就等了。等到那里最后热的那地方也凉了，那就是暖已经完全消失，这样才叫做死透。拜托，那要多久了？是这样子。那么好了，万一他还没死透的时候，到底他听得到听不到我们的念经？听到听不到？事实上是这样子的。我说过了，人那个心是在那执着的。当他已经开始出离为中阴身的时候，开始出离开来的时候，他可能还在执着那个肉体。如果他不是圣人的话，他可能还稍有着，会还在观望一下。在西藏，他们有一个名称呢、啊，说那个时候出去的时候叫做 star body， 就是星光体。star 星嘛 ，body 的体，星光体。那个有禅定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定中看，他看所有你们这个55位戒子啊，每一个人都离开了。都跑去外面玩，然后那个星光体就跑出去，那么有一条细线呢、啊，连着什么呢？连着你的肚脐。你看看，你跑出去了，人还躺在那睡，那到底是你在这还是在那？如果你是在，如果你是在那，其实我在这里叫静中，静中起床，他会砰起来，他会起来。那你在这儿啊？可是如果你在这儿，那么怎么还有 star body 跑出去外面看呢？你有没有那个？你们一定有这个经验。那个打盹的时候，盹了一下子，那突然间梦到好像自己摔从屋顶上摔下来，然后你会抖一下，然后醒了，有没有？打盹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我去到哪里讲这个事情，每一个人都有，有没有？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好像突然被想完了。你知道那是什么？那就 star body 要 station 的时候，要就降落的时候怎么样？没降落好，抖那么一下，然后就会它显现成为什么？显现成从屋顶摔下来。小时候常常会这样，有没有？显现为屋顶摔下来，或坐飞机摔了，或者是怎么样摔倒一下子，有没有？有没有？会醒来，有不？有啊，有啊。度孤的时阵，弄上牙呢，上牙，那就是他跑掉。star body 太累，他就浮出去。你看看，那就不是两个了吧？两个了吧？你常常那个在抖一下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去外面看一看？哎，好像在正在你走路的时候踢到一块石头，好像跌倒。对呀呀，就是那个东西。我从小就有那个感觉。然后呢，一好像跌倒，然后哎不，醒了，尴尬嘞，没带机，没带机啊，就这样。你看看那个，就是那个星光体出去回来降落的时候没弄好，它就显现成为一种意象的反应。那呢？这种意象反应啊，我们不必谈这意象反应。意象反应还很深的，关于解梦，就是从意象反应当中去读取的。那么佛陀大一切智啊，所以他能够读那个梦境，那个梦境就是你的意象反应当中的反射投影，啊，是这样。你比如说，有的人呢，有的人正心光上任，怎么样有一番作为，他老是会梦到自己骑的马射箭。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马是往前冲的，射箭是有标的的，就表示他新官上任、哦、要往前冲，而且有个目标在那里，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他念念乃至于静坐的时候，乃至于你自己自我观察，你怎么会自己感觉自己是什么呢？你就知道心情是在什么状态底下。像这种情形的话，很明显的，中阴身出去的时候呢，他也并不是立刻就在那里成型，他慢慢脱离。你那个心事就这边剩下50%，那边50%，跑来跑去，最后呢30%、70%，然后10%、90%、9%、1%、99%，然后完全离开。那这怎是不是像捏面团一样？不然怎么会1%跟99%？不是，是他那个执着的念头，还在那里回顾，
还在那里回顾，他就会念头会跑回来，念头会跑回来，是这样，会着意着意，那个自我意识心啊，多快你知道吗？还记不记得那个小沙咪的公案？小沙咪喜欢吃那个什么酥饼，有没有？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酥饼，后来他不知道什么样死了，有没有？就投胎那个酥饼上面的小虫，有没有？他一直执着那个酥饼，临死之前还执着，啪进去了，不隔方寸，刹那即生，立刻就过去。同样道理，那心念快到这样，投胎是快到这样，那么他业感要让他离开这个肉体，可是肉体是由他执着的，他不可能这么快就随业感而走，是慢慢的完成，慢慢的接受这个事实，就好像妈妈死的儿子啊，他一下不能接受会昏死过去，醒来的时候还是不能接受，要让他劝3个月4个月，他才会慢慢接受这个事实。一样道理，我们爱护我们这个肉体啊，执着他太强烈，那个临死的时候一下不能接受，然后他就会变成星光体中那个中阴身的时候，他还会执着那个肉体，慢慢来，慢慢脱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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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形成中阴身。就在形成中阴身的过程呢，他就开始能听了，你懂吗？而这个时候我们佛门里头讲是8-9个小时之后，他就已经完全离开，在这之前他慢慢形成中阴身，所以叫做完全离开。我们说8小时之后，人家的理论基础是这么说的，在唯识上你是这样理解的，这样懂吗？这8小时让他慢慢离开，可是慢慢离开不是那个1跟100的关系，就还没离开，那这里外面没有。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他受限于肉体，当然他完全听不到我们念佛。如果他六识已经完全萎缩了，他就没有跟外界的关系，就自我的执着感第7，那当然就没有听。问题不是这样，他是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离开，一离开这中阴身慢慢在形成的时候，他开始就会注意到外界，可是他一直不接受，一直不接受，然后慢慢跟他脱离，慢慢跟他脱离。我们有很多看过很多死亡报告，他死又活过来的人，他常常就是说他死的感觉是轻飘飘的，看到一个很光亮的接引的光芒，他就跟着去。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浮在屋顶上面往下看，他一大堆医生在跟他做心脏治疗，然后他还下来跟他讲，医生辛苦了，你可以不用弄的，我没有事。一摸下去，就手的话就从那个肩膀上过去，他说我怎么会这样，他一下不太能接受，都有这种西洋的死亡学，有都有这种报告出来。换句话说，但是他又活过来了，那为什么？你想想看，他都能看到那个医生在对话呢，有听到不？你听，你就讲有，讲听得懂意思吗？他都能听到那医生在对话，还医生在那忙，他还要想过去，还想自己认为跟他讲话，那都是习性所追啊。他还能听得到啊，所以那中阴身在渐渐形成当中，两者皆在执着。可是他为什么会回来？最后被救回来，你看看，他回来就是那一刹那，他突然感觉摔进一个什么黑洞里，然后醒来的时候就躺在那里。我哪里去啊？像不像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打盹突然间抖一下那个，是不是完全一样？所以要会通啊，你们完全相信助念有效了，怎么没效啊？绝对是有用的啊，绝对是有用。那么你老爸不是都在帮人家助念吗？那助念太多事情了吗？是不是？死人病到顶空空乌落落，那念念的讲个气球搁气翻红，还会这样子？那你说这个不是吓人吗？那么都谁来弄他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自己老菩萨呢，念完佛的时候，24小时超过24小时，念完佛6个人呢，6个比丘尼抬他的时候，还像水一样的。那活人绝对没那么软的嘛，绝对没那么软，像水一样，那就柔软像嘛。那你怎么可能不可能这样子呢？对不对？还有那个。我去那殡仪馆，我去那个火葬场的时候，那火葬场跟我讲，那个地上有那种轻轻的那种东西呀、啊，那种其实是用那种身上的硫酸酯啊，那经过那个烧过之后，然后化掉没化完的轻轻，他就跟我，你知道怎么跟我讲？这个哈就是那个舍利子，我说舍利子，因为那我就舍利子一粒一粒怎么会这样呢？他说这个温度太高，2000度烧了之后呢，
连色粒子都化掉，所以色粒子事实上是一种结晶物而已啊，每个人都会有。我说的那骗人，我就祷告啊，阿弥陀面前啊，阿弥陀佛、啊，我已经跟我菩萨说好了，要他留一些色粒子给众生起信心。现在我也不晓得有没有，你老人家就帮帮忙，反正这个让他留一些。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就找了一堆嘛。老菩萨那个也是2000度啊，就在那个地方弄的啦，那个晶莹剔透啊，那是黑的啦，那个灰的，那里头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是翡翠型的。现在就找法师帮忙照相。那你说2000度，那好，那么什么都化掉了，他怎么没化掉？啊，他明明就捡得过来。所以那念佛真的是有用的，哪里是没用？他不会是老尼师，也不会什么修行，在念佛他就能得利益。所以说你要相信中阴身绝对是有听得到的。但是突然间死那一刹那会闷绝，那就闷死，那会有一段小段的时间不清楚，但那段时间并不顶长，就像你那个砰摔一下，嘿，醒来，就那么一刹那而已啊，不会很长，就算长也不会很久。干嘛？自我的执着不会让你很久停在那里，所以死亡是一种 decay 的做，是一种 continuing 的，慢慢死，慢慢死，慢慢慢慢处理，慢慢处理，慢慢处理，啊、还没死透，还没死透，就看到自己已经躺在那了，躺在那，最后啊，有人来接引了，他就去了，去了，然后就整个去把这个留在自己的肉体忘记，好，不执着了，就这样死透，这样才叫死透。当你还在旁边观望的时候呢，还没死透。你拿去烧，它就回不了阳，不能回阳了，这样懂意思吗？如果要这样讲下来，第一助念有效，第二器官移植的话，就是要有一点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器官移植它，你医生都知道啊，他们做器官移植人都知道，不能够冰冷的尸体，必须暖体，换句话说还温温的，最棒，哈哈，刚好暖室还在。那卵丝还在的话，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它痛不痛的问题。如果以前六根完全不作用的话，理论上说确实是不痛，那问题就在我们不知道那个六根是不是确定在那个时候完全的怎么样萎缩回第七意识去。如果它还没有，这第一种。第二种，万一你他还执着，他只是因为执着不爽快，那你看他是不是起颠倒。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痛与不痛，我们不坚持说他痛不痛，因为的确第六意识前六识如果不作用的话，第七意识不一定感觉痛。因此在这即使他还没有离开啊，你割他什么样子呢？他第七意识已经只剩下第七，前六识已经不作用的时候，很可能真的是不感觉痛。他中阴身已经离开，他是用中阴身的感觉来看的嘛。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死亡经验呢、啊，那个人在旁边看，看到医生在那捶啊，他不会感觉心脏痛，他只是感觉他们做这个动作干什么、啊？好笨哦，我又没事，他在干什么呢？他只是这种感觉，他不会这样一锤电他，他会难过没有？确实，如果从这个事件来印证的话，似乎在割截他不痛，但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没有死透，他还能够冷静的面对。那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他本来就执着肉体啊，所以他对离开的时间是慢啊。那如果被人家认定为意识心不作用了，那可是他还没有完全离开，那怎么办呢？那叫你割截他，他会痛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不痛了，他会看到人家在裁截他的肉体的时候，万一起怎么起嗔恼，因为他裁截的动作都很快，而且并不一定很恭敬，并不一定很恭敬。有的拿下来这个不好就丢掉，就丢掉，他不一定很好，他不一定很恭敬的摆在那，或者把它放回去，没有。在这情况呢，即使是不痛，他就可能造成你的什么执着。我常跟居士讲，我说你呀、啊，一个手表给人家拿去了，你都会心疼个半天了。那么对于你这个东西，人家如果不再恭恭敬敬的拿你的心脏、拿你的皮、肝、肺什么什么，这样不好拿，还拿出去就随便这样拿，你一念头起不恭敬心或者多怀疑了，阿弥陀佛来，你都没办法接应。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就是说关于痛不痛的问题你自己要考虑，以及到时候事情会发生怎么样子，没有人真正告诉你，你能不能处理。
中阴身，西藏有一部中阴身救度法，他们里头就教导那个中阴身人应该怎么观想，应该怎么脱离，不应该被什么所迷惑。换句话说，在中阴身过程当中，如果不念佛，你非得要教导他一个很甚深的一个教法，让他离开那个执着，这本身是十万火急的事，结果人家忙着在割截他的身体，他要是起一念执着心的话，不是妨碍他吗？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死亡问题，我们应该认为要建议人家做器官移植的人，应该要把这个死亡可能存在的状况都让愿意捐的人先说，先了解，充分了解，他还觉得说即使我这样堕地狱我都乐意，那这是菩萨发心，我们随他。理论上说印光大师也不同意这样，他认为说你这种菩萨发心是小菩萨发大菩萨心的，是小人不知什么是不知问题的严重性，就好像呢什么老百姓妄称做国王，你不知道严重性会是怎么样，所以他老人家基本上理论也不太同意这个做法，他认为好好去求往生，将来度众生比较实在一点。那但是我就看这个时代已经这么多人讲器官移植了，而乃至于还有出家人自己提倡，因此我提出一个很中庸的看法，我觉得在器官移植这边呢来说呢，他有痛以及执着这两个问题的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不痛的，因为中阴身的脱离呢，时间在什么时候，慢慢在什么情况脱离呢，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的。因此佛教徒才会要求说八小时不动，是在这个前提底下这么定下来的。那么呢你必须痛啊，再来就算完全不痛，他还有自我执着的问题，因此如果还要再提倡器官移植，我们应该把这两个状态所造成临终时候的恐惧、痛苦、害怕、执着等可能的效应告诉愿意器官移植的人，告诉他真实产生的状况，搞不好你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已经不能讲话了，而且也没有机会翻案，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还愿意你签，懂意思吗？我觉得这才是坦白的做法。我们不能够，哎呀，器官移植行菩萨道哦，这非常好啊，如何如何？我告诉你，活着的时候是多捐血啦，少吃肉啦，哈，多做环保啦，少砍树啦，卫生纸少用一点啦，白纸少用一点啦，这样子就是在照顾这众生的了。他做吗？他不做，他照样吃，他照样吃众生的肉。叫他去捐血，他也不愿意。然后你要死的哦，他捐心脏哦，捐脾哦，捐肺哦，捐个什么膀胱胃哦，是什么样？那他的想法很简单嘛，反正不能用了嘛，丢了也可惜，不然给人好了，反正顺水做功德。这种想法，那你再这么鼓励说美好的菩萨道啊，你拿那个菩萨道来吸引人，这种高帽子来骗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出家人忠厚老实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出家人也可以，你愿意去提倡人家做器官移植，可以把可能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但有人说我在经典上没有说要八小时啊，所以说八小时没有存在的事情，经典上没讲的还多着呢，是不是啊？经典上也不一定告诉我们遇到了什么境界要做什么样做人怎么样讲话，可是我们学佛我们自己要知道啊，这个人要这样讲话，这个人那样讲话，这个经典没有讲，但是他已经讲到了，在俱舍论里已经讲到了暖室这个问题来了。明明在器官移植的时候，身体还很多都是温热的，那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俱舍论就是提到这个事情了。这个命的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暖啊，对不对？那你说好，没有八小时，好，没八小时，那暖室你怎么给我处理？你这避重就轻嘛，这个说法就是明显的技术犯规。技术犯规懂吗？避重就轻，所以遇到我这种人他不好惹了。我有我的看法，他不好惹我。那对啊，巨神论上就讲了暖室啊，那明明你去问医生取都是大部分都是取暖的，都还在暖的，那冰冷他不要了啦，那冰是冷空空的呀，那够好，那西洋东西呀，他要活体的，他类似活体的，就是说脑干一死就取走。那很多那个车祸有没有车祸啊，没呼吸的啊，脑没反应了，全身还热的，还都是热的人，全部都拔光光了。
拔光了它还在热，你信不信？干嘛？我说过，每一粒细胞它都在执着嘛。那这样，它要是还有一念执着心，哈，那对它来讲并不是好玩的。所以我认为，总而言之，做一个结论，我承认它是一个菩萨道，你牺牲自己奉献别人，本来就是菩萨道。可是我们必须让欲行此种菩萨道的人知道可能的反应，然后他还欢喜，没问题 ，no problem， 我照样签了，我即使这样堕地狱都没关系。那你是发心吗？我说过，但是乃至印光大师也不太同意了。不过我们在这个时代就勉强同意这样好了，那至少你要做到这样，对不对？所以做人，我们不能像做生意一样啊，我这间厝会老好。哦、但是你要安怎讲？哇，这个是非常的好，你知影无？又是落雨天，完全袂欠水，别人咧欠水，咱拢袂欠水。我都无讲白菜嘛，当然嘛无欠水。别人欠水，你无可懂，我毋知。落雨无欠水啊。啊，是这样。那你避重就轻讲话，你是技术犯规，你把屋子卖出去了。人家最后说，这个你卖我的坏屋子，我说我哪有卖坏屋子？我跟你讲，落雨无欠水啊，是不是安尼啊？啊，我怀疑还有一个故事，有没有？有个女孩子是什么呀？那女孩子是这一边眼睛瞎了一边，那另外一个是男孩子怎么样？跛脚，啊跛脚。那么这个男孩子标准很高，要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孩。这个女孩子标准也很高，她要一个什么肮脏六尺、七尺、八尺之躯的大男子汉。那个媒婆想，哦，您这是在有够老，今天都目睭。大堂一类的，啊，一年就搬开，搁要娶好某，啊，一年就目睭生面，搁要嫁好翁，然后两个甲咧出斗阵，伊就叫迄个查某安怎，在门边呢、啊，这边是瞎眼睛，他就露出一半，那么呢，遮脸半，就是说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是啊？那么千呼万唤始出来，是不是、啊？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什么？琵琶行是不是啊？就这样、演一遍。那个男的就叫他坐在椅子上面，怎么样？不要站起来。那翘了一个脚在那边，你们看啊，这样子。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好，好啊。哎拜哈，两人三目，事后唔通有长短卡位，两人三目而已嘛。事后不要长短脚话，他都把话讲清楚了都。你两个阿伯两人三目啊，啊，事后唔通有长短卡位。伊讲无问题，好，即马一叫哪来安尼？你那是咪一人啊？你来长短卡，即马来找迄个媒娘婆啊，媒娘婆讲你找我不错啊，我甲恁讲啊，两人三目啊，啊，事后卖有长短卡位啊，啊，恁他妈不是？你想啊，这不是荒唐吗？现在那个建议人家那个什么？搞那个器官移植就有点，我就老想到这个公案。您死了，您两人三目，后摆唔好长短卡位，就是安尼。我不负责任了，我房子卖出去了，不负责任了。你没听出我语中的含义，所以他就这么讲嘛。我没看到那个经典上说八小时的，但是经典上说有息的，有暖呐，你怎么解释？我唔知，我是讲无不休息，是不是？懂意思吧？不老实。行菩萨道不老实，我也是啊，基本上我也是，但是我现在要学老实，我要学老实，懂吗？那么像这种就是明显的人类啊，就是这样，我懂哦。那你说，哎呀，法师给你这么一讲，死人的、啊，人家欠一个肝啊，欠一个肾的，那又因为你这样一这么一讲啊，一辈子在洗肾，你看看，你这个坏人，哎呀，阿弥陀佛，我哪是坏人了、啊？我也要慈悲那些人呢、啊。我们应该用另外的方法让他认知生命的苦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些事情就是你的业报所来嘛。我多给你一个肝，多你给你一个肾，然后让你苟延残喘，好，那么就这又怎么样呢？不过再增加他的造业以及脱魔而已。我们应该生命早死晚死随业缘，我们就应该要教导他面对生死，这才是真正的什么呀？行菩萨道一个重点。那说不行啊，他们家嗷嗷待哺啊，这个老爸要死了之后，他们家怎么样？哎呀，他们会造成一家人哦，有一家人共同的业因业感啦、啊，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要么就儿女欠父母的，要么父母欠儿女的，这个你也不是你外人能够怎么样子的了。长老大德还不是到美国到哪里去换肾换肝换什么，回来还是会死，
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应该带领众生的，不是随顺他贪生怕死的习气去做。面临生死的时候，我们应该教导他在生死当中不再去贪生怕死，面对生死。哦，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的看法啊，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再来，这命就是习事，那个暖事就是那个八事完全离开。那么习就是呼吸，基本上这两个是现在科学呢比较接认同的，但是那个暖呢，现在科学好像不太管它。啊，还不太管它，甚至局部冷掉了，还有某一部还在热的。理论上说，它的八四还在那里，都不应该随便的什么样，随便的撤离的。所以色心相连，名之为命啊，要与这三者色心相连，是吧？四喜暖三者相连，色心就还在。色心知道吧？色就是肉体，心就是心灵，都还在的。好像这样的解释呢，我觉得很不错啊。这苏玉啊。大师啊，那疏玉法师呢，他有什么很用心这么解释这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这样。那好了，如果有人在说什么吃那个什么草啦什么的，是不是也杀害身体呢？第一，他没有事；第二，也没习也没暖，三者皆无，是吧？你看过哪一棵树有习的？他在呼吸。哦，好有啊，他行光合作用，好罢了罢了罢了，那就算那习吧。那他有没有事？没有情绪反应。他有没有暖？没有暖，没有暖事，啊？那所以说，这个不成为生命嘛，不成为生命。好，看我们的原文，这里说啊，上至诸佛，下至昆虫，其中间当然包括天人龙神鬼畜等，皆不可杀。这是举上下而况中间呢、啊，上是诸佛，下是昆虫，中间就是天龙鬼神，既不得杀，亦就不得堕胎破卵，堕胎了。现在讲到明显讲到堕胎了，是吧？在我们南山律里头也提到了根本不能堕胎，俱舍论里头也提到了什么呢？那么出生的时候第七天叫什么名字？第二个七天叫什么名字？第三个七天叫什么名字？那个胎里头那个受精卵呢，第一个七天给他一个名字，第二个七天给他名字，第三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几个七天呢？三十七七不够，七七才四十九天而已啊，要三十八个七天，是吧？要三十八个七天才圆满什么他的成长，那这样子完成什么样？完成了什么？怀胎十月嘛，啊，完成一个身体的状态。在这过程当中，是已经在里头了，所以你把它夺取他的肉体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是死亡。好，所以完全不能堕胎。好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有出家人公开支持堕胎，公开支持堕胎。你想想看，没办法。哦，那么公开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呵斥人家，其实他有原因的。有人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啊，我是觉得确实他那个思考的切入点哦，很值得商讨，很会迷惑人。还记不记得我在一个礼拜前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思考一个行比丘戒、行声闻戒跟行菩萨道两者之间是否冲突这个问题。事实上是这样子，有人问这个问题，他说如果现在今天科学已经知道这个小孩子已经在胎内就奇形怪状，那么我们让他生下来呢，他痛苦，家人也痛苦，我们不如把他拿掉，这样对他好，对家人也好。哎，这种说法你觉得怎么样？啊？是业报，对不对？但是他又这么说了，那我还是把他杀了啊。我让他不要受啊，我让他不要用这种方法受。他按照业报的理论来说，他还会再来，对不对？但是也有人这么讲，他说还会再来，反正现在没有来嘛。啊，现在没有来，我就赶快加怎么样，求忏悔、修行，来回向给他了，让他下次来的时候不会那么凶狠。那怎么办？他这个说法你怎么办？对啊，因果不灭，可是因果会修正的啊。你比如说一颗盐，我叫你就要吞下去，你敢不敢？不敢啊，一个盐巴，你就吞下去。可是你可以放在水里啊，然后搅一搅，我再喝，我一样喝下去啊。可是喝法不同，感受不同啊。我让他现在不要来，我好好修功德回向给他，一直修，一直修，修一辈子。那我设置就在干脆把他渡上西天去，那我也是回报那个因果了，他本来讨我的命啊。
那我努力修回向给他，就像那个业障鬼一样，他的桃，那我就努力修，然后让他送上西天了。也是还你一次因果，因为我有修，现在我还来不及修，他就要下来的话，我受不了啊！好，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是，没有错，是多结一次杀生的业报。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哈、哦，在菩萨戒里头，本来尤其瑜伽菩萨戒本，他就讲到杀，必要杀的时候不犯菩萨戒。比如说某人抓狂，拿了一个冲锋枪要杀掉所有的人，那我呢很简单，我就把他杀了。我宁可自己杀人，我不让他犯杀人，也不让其他人都被他杀。我为了行菩萨道，我可以这样想啊，我下地狱嘛，就我下嘛，怎么样？对啊，行菩萨的立场就是这样子啊，可以这样勇敢的，就是我自己承担啊。是啊是啊，他的认为是这样。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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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我个人一个，那所有的人，不一样啊，怎么一对一？他生下来之后，因为他是畸形儿，全家人都要为他受苦啊。那些人要被杀也是共业，菩萨不能够面对共业不管的呀。你完了，你完了，你们都动死我了，完蛋了，这下卡住了，对不对？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怎么办？错开，您错开。好，我回去参一参，回去想一想。你们如果变不了赢我，等于你们认同默认堕胎可能有合法化的因素在里头，你们完蛋了。可是没事，你怎么知道？啊，明明他要生下来就已经完蛋了，就快完蛋了，怎么办？没有权利跟有权利。勉强说这样是一个是避免堕胎合法化的一个条件，没有错啦。我可以说我承认你这样说的，但是没有人都是这么有修行，这么有善根，也不是这个想法。所以他可以私下对个别 case 去做，但是不能够合法化。你只能保护到这样。如果要保护这条合法化问题，你只能守到这里，守到说不能用法律来定位为合法化。那如果真有人要行菩萨道，你面对我刚刚那个问题，你怎么办？你说我没那个修行，我讲一个公案给你听。以前有一个一对夫妻，那么一对夫妻非常相爱，这个男的呢很修行，那么跟一个老师傅一起修行，老师傅跟他讲啊，你时候到了要走了哈，以后如果要走你要怎么怎么好了。可是那个老婆女人就麻烦了，他就是没要死的时候呢，他就说：“老公啊，人难死了，老我一个人，你叫我谁被安暖了？怎么弄？那个人啊，那个人究竟是一个凡夫，他不要给他一弄啊，一哭啊，刚开始起嗔心，后来怎么弄？哭一哭，哭一哭之后，他就执着。那你知道人躺着不？那女人就对着他哭，就看到他鼻孔，结果他念头一动，立刻化身为他鼻孔里头一只虫。”然后老和尚在定中看到，立刻就过来，然后过来就骂那个女人，顺便骂一骂，哎，偏也唔去清清的，安尼为偏个捏落去，啊，总要让那个虫子捏死。他犯杀生，是不是冤非软动，其心之属不得故杀？他把捏死，捏死之后渡他走。那你觉得怎么样？那么把那只虫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一个化胎不完成的畸形儿，是不是也一样？生命都平等的嘛，你不能因为虫可以杀哦，人就不能杀。为了利益他好的话，我是发自于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我下地狱嘛，我为了解救家人嘛，他们家已经这么穷了，还生下一个畸形儿怎么办？啊，死了死了，完蛋了，怎么办？哈哈哈，各位，这就是一个菩萨道。到底我没有说是要这样子，我只是做一个刺激，就是到底怎么办？你要想一想，因为你们在这里都在修声闻法，就是修所谓色律一界了，不要说声闻法，菩萨道里头的色律一界了。可是你们很可能回到常住去面对你的师父是在行菩萨道的，这个时候呢，你要预先想好，懂吧？到底这两者到底有没有本质上的冲突？
那么到底又要怎么会通？完全不能杀生，菩萨道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好洒脱、哦、是啊，该杀还是杀。问题是什么叫做该杀？什么人能够决定这件事情是该杀？那么杀了之后你要怎么再面对？我想你们都有你们的答案，或者你们有你们的想法。我一再提出问题，并不是否定你们的答案，就我就不是意思。我说我一再用各种角度来挑起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这样懂吗？这样干嘛？这样就让你们思维啊。佛法是要思维的、啊，闻思修啊，是吧？闻思修一下子啊，或许他我没有最后终究统一的答案，但是我希望你们再去思维。反正菩萨界还远得很，还有好几个月，你们继续思维。你看，我已经在诱发你们关于什么是菩提心的思维法了。我还没上，但是我要诱发，因为菩提心我们相信是你自己心中有的，我们一再的去启发你们心中的内容。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定了，这个讨论我们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认定一件事情，用合法化的方式来认定它是绝对错的，是不是？我们绝对反对。天主教跟我们站在同一线上，站在同一线上。我甚至于还扬言了，我说如果立法院，已经通过了噻，通过了吗？堕胎合法化通过没有？什么叫部分合法？然后。啊，这样子啊？哎，你怎么那么清楚？哦，那确定是这样了哈。如果哦，优生保健啊，对嘛，有优生保健嘛，对对对，有优生保健就铁定一定有部分合法，就是这个，是不是啊？那后来和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他？啊，不同意是啊，不同意。现在就这个杀戒上绝对是不同意的。现在问题是把它扩充到菩萨戒去的时候，我们的问题点已经不再是我犯不犯杀，因为基本上我们就认同他犯杀嘛，我们就认定他犯杀。现在问题就在行菩萨道，即使犯杀我得干，这时候怎么办？这样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说这两个所谓的部分合法化呢，是至少维护了什么？维护了道德观。也就是他认定他是杀生，只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呢，这两种情形是人性所难以面对的，所以接受什么呢？堕胎，也就是其行儿跟什么，跟强暴生子，这两个啊、哦。但是佛法当然还是不同意啦。可是这个，但是呢，他这个法律在反映人类的道德观的嘛，他基本上他是什么认定这是有杀生嫌疑，我觉得这还蛮有可取的啦。蛮有可取，可是已经开了一个大门了，对不对？哎，我来找你这个医生，我给你强暴哎，啊，不许别让他肯定。然后医生或者是什么，要有报案的那个什么证明书，是不是这样子啊？才可以。那么呢，如果他来照相一照，确实是有什么，确实是有畸形的关系，要这两个证明，他应该照理说这个法律应该是接着要这样，要这两个证明的时候，他才算是不杀生，他才是可以进行优生保健。然而事实俱在的了，今天哪个妇产科不再做这种所谓的刮小孩的事情，对不对？那么这样讲下来的话，就是怎么样？法律不同意，维护了道德，那么呢，人类继续干这种杀生的事。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我们还是不同意在这两个当中的合法化的话，会有人会讲话，不是佛教徒不同意啊。我说法律如果不同意的话，会有人会讲话，他会这样讲吗？那这样的话，你让那两种可怜的妇女永远要被认定为一种偷偷摸摸的违法行为，那像你也让那个父母也什么受了所谓的偷偷摸摸犯法的这种恐惧，所以我们应该要合法化。他当时的论点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把它合法化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怎么看？你们怎么看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当然你不可能有你的老婆、啊、你的最好的妹妹姐姐，假设被强暴啊，假设这样生子，那法律如果不通过，它是合法化的。那么他就至少偷偷去打胎呢，还是就把他生下来？哪一种？哪一种啊？
哪一种嘛？您讲嘛？那还讲伪出来？啊？随便他？随便他就有默认他杀生的行为了。你一个出家人应该就要怎么样？阻止他。如果按照这条戒律的话，是要这样的啦，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按照守这一条了，我不是说菩萨戒，按照守这条杀生戒的话，你要阻止他杀生呢、啊？那你说情何以堪呢、啊？生一个孽种下来，那怎么办？其实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啊。你如果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他的太太的话，其实这太太又不是故意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他应该还是能接受了，或者就送去给别人养嘛，不要睹人失敬难堪嘛，是不是啊？老是想到这个是孽种。这样子不好，是不是啊？以后你对他心态会偏颇，有的人会这样，心量狭隘啊，就送去给人家养嘛，不然就这样子，是吧？这是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办法。我就认识过有这么一个男孩子，他就是母亲跟人家偷生的啊，一不小心生下来，那只好送给别人养，像这样子，好像这种情形，掏心烟一张，那家里又很有钱，那他老公又是一都在外头怎么样做事。他就假借事情跑到外国去，然后就生下来了，哦，是这样。好像这种情形，如果依照这条戒律是应该这样，依照这条戒律是应该这样。好，他就是被偷生下。对对对。跟人家讨奶，讨奶，是啊，这个公案你们听过吧？哦，是不是啊？他就跟人家讨奶，这样子，那当然这是行菩萨道了，那这个能耐就够大了吧？啊、哦，这忍辱心又够了。那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给你一个刺激的。我们的教学方法就是，我们不那么死板的，就是告诉你这样子而已。因为面对今天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他真的是有这样，他认为说，我这个怎么办呢？这个生下来怎么办？让全家人都怎么样的？那么我就把他弄掉。那么如何如何？那就杀人嘛，那就杀人。好，我们接下来看，若杀人犯重罪，失戒体，不痛忏悔。好了，你得要承担这件事情，是吧？你得要承担这件事情嘛，犯重罪，哈、哦，那么失戒体，不痛忏悔嘛。那么杀天龙鬼神犯中罪，杀畜生昆虫犯轻罪，在比丘戒当中，当然他也算是轻罪了。啊，无心杀的话，甚至于都只是一个什么责心的恶作戒而已，责心的恶作而已。啊，是一个责心的，包括撞死人哦，都要撞开车撞死人，完全无心，不是酒醉开车那种过失，啊，完全是无心的，就是因为闪别人的车，哦，闪三个人而撞死另外一个人，这完全是无心的呀。是不是这样？这完全是无心的，是对方在酒醉开车，我要闪他呀，是吧？那么就撞到那个，那我撞那前后前出冲后完全无心，在这种情况底下，哦，那么至少也是有执行忏了，在法律上也不判罪的呢，也是不判罪的，像这种纯然的无心的也不判罪。法律上杀人有几个是不判罪的？还有一个自卫、自我防卫的时候啊，这个人来抢我或者怎么样，我没办法，我只好。跟他打，那就是不小心把他给失手打死，像这样子，在法律上，罪就算有也是很轻的，也是很轻的。那么在戒律上也是这样，所以许忏悔是什么呢？杀昆虫这样。那么呢，犯啊灭，可是哦，对，这里有公，这里就讲到，他说如果犯灭了犯戒罪是能够忏悔的，你就灭了什么了？灭了犯戒之罪，但是杀业未了，因缘聚会时还需偿命，是吧？那这个就是在第149页里头的这个公案，这个什么磕头师啊，磕头师梁武帝呢，他尽信一个叫做磕头师的。那个磕头师有一天，他们梁武帝跟人家下棋，那召唤磕头师来，不知道干嘛的。那么呢，真吓到说杀雀，杀去把他杀了。这磕头师好死不死，刚好走到门口。那皇帝下棋，门口一定有侍卫兵嘛？那侍卫兵看，皇帝喊杀了，皇帝有命令，当然不能停，喊杀，杀谁？那就是磕头师在眼前，就抓了去砍头了。
哇，你看看他砍头的时候呢，那个磕头是一句话没说，他只是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他说什么？贫道前劫为沙弥时啊，以修禅地啊，那么呢怎么样？怎么样？物伤一取善，取善大概是蚯蚓之类的吧。那么今地是也，此报故矣。这个报真好，你这是有得道的人才能讲出这种话，是吧？故矣呀，能够讲出这个矣字，给他抬轿后尾。你看那个还记不记得那个安世高？有没有？有没有三世来还债？有没有？都是，而且事先讲好了哦。那个人会杀死我，误师杀人哈，你不要去抓他入关。他事先都讲好、安排好了，然后在视死就义。你看这个人真是超越的人啊，视死如归，这真的呀。明知死处啊，还往死处去。不过声闻人哦，是因为他功夫厉害了，他才这样。不过声闻人，你有没有觉得他就用这种方法来还宿债？其实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还？是不是一定这样还？如果这样还，那就完蛋了。那叫因果就变机械式的因果，哪里是这样？你们不要认为杀人一定偿命哦，懂吗？懂不懂？好，杀人不一定用偿命的方法来偿，这样因果才有各种变化性。我杀人，我起强大强大的忏悔心，求哀忏悔，然后那这修种种的功德法门，努力用功修行，最后生一场重病，化掉。那这样说叫重罪，才有所谓的什么报？轻报啊，要不然这样子的话，杀人者死，那还有什么重罪轻报？哦，那你说定业，那么定业不可转啊，那么我们在蒙山师时都还有一灭定业真言嘞，是不是啊？我们巴拉摩林同你耍哈，是不是这样？地藏灭定业真言都还有的嘞，是吧？那就是看你修行力量强过那个造业的力量强，有没有强过，就是这样而已。不，他是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他已经解脱的人了，随缘消就业是更莫造心殃，他能这样子。你这个公案你看了不起齁，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么现在有个问题，怎么忏悔了，这个戒罪灭了，这个怎么杀业的业报还在，那叫我忏悔还什么用处？是这样子的，罪分两类，一类叫性罪，一类叫遮罪，好，一类叫遮罪。那么就犯戒来讲的话是这样，犯戒是这样子的，遮戒没有所犯了，遮戒没有所谓的性罪，只有犯戒罪。可是如果你犯了遮性戒的话，那就不同，它本身有性罪，那还有什么罪？犯戒罪。那么对世人乃至对戒内所有人，乃至于所谓的别住法，这样子行这种法，只能够灭掉所谓的做法忏，只能够灭掉所谓的犯戒罪，但是那个性罪没有办法灭。这个呢，你们就去翻那个《法华三昧忏》里头，将讲到忏法的时候，我们引天台大师在注《金光明经》忏悔品当中的重要文句，那是中国人呢自古到今唯一最详细有关讲到忏悔法门的种种理论都在哪里？那么你们去翻，你们知道，他有讲到真正要灭掉性罪的，观空、修空，或者修大功德果报，来重罪轻受。所以说啊，那么那像讲下来，哦，糟糕了，法师你这么讲，那么我们犯戒来忏悔都没用。别，停，人家那个才四条而已啊，四条是性罪而已，杀盗淫妄，这四条而已。懂吗？当然也有人说是杀盗淫跟什么呢，跟二口两舌绮语妄语这七条，所以牲口七只这样。但是在我们比丘戒上来讲，真正讲就是什么，就是这四条，杀盗淫妄是性罪，是性戒。性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乃至佛不自戒，这个罪，这你做了这个事情本身就有罪。出家人号称出家人受十方供养，你还行淫，这本身就是罪，不用佛自戒，它本身就是罪，在宇宙之间的因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罪。而这种罪呢，佛不自戒，罪仍然在。换句话说，如果你犯了，是犯了佛所自的戒，因为佛已经自戒了嘛，是吧？然后呢又犯了，这件行为本身在因果当中自然存在的性罪，叫做犯戒罪跟
醒罪两种罪。那么忏悔的时候，对身立刻求忏悔，就忏掉什么罪？犯戒罪，可是性罪还在。可是注意哦，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讲，这种根本重罪的戒罪重于性罪啊，果报强于重罪，强于性罪的。所以你真的要忏，你只是真的犯了杀人罪啊，恶心杀人呢、啊，那这样已经破落，已经是断头罪了，对不对？那断头罪的话，你怎么办？那就反正性罪也在，那不然就不用忏，不行，赶快忏，忏完才去还俗，或者你根本就当天就发漏，你根本还可以做出家人，这样懂意思吗？懂意思吗？是这样。还有像比如说偷盗戒，我们下次会讲到偷盗戒，偷盗戒也是这样，偷盗戒对十方身偷十方常住物，或者是十方现前物哈，都是犯轻戒，都是几乎都是有时候会犯到轻戒，犯到偷比如说犯。十方常住，十方常住物的时候呢，如果它是属于十方常住哦，十方常住也就是这个东西通十方所有，那么你去偷它的时候，而且没有户主的，没有户主的十方常住物，你去偷它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是对十方僧人结罪，但是呢，在戒律上呢，它结的是轻罪，所谓的方便罪而已，它不满五钱。那这样讲下来，你们就翻一翻，等一下那个我们和尚要上课的那个比丘戒讲记里头就有啊、哦。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只有那个轻罪、方便罪而已？那像罪名是不是很轻？性的果报很强，性罪很强，所以说罪轻呢、啊，犯戒罪轻呢、啊，果报深刻强大，乃至于诸佛菩萨无法嫉妒。到这么程度啊，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可见呢、啊，一条戒律本身的性戒跟戒罪，性罪跟戒罪是有点不同，是有不同，这样了解吗？这里就讲到这个事情了。他说啊，如果误杀的话呢，你赶快忏悔呢，那么犯戒的罪是了了，可是杀业未了，这就是性罪啊，性罪未了，因缘聚会时仍需偿命，那糟糕，这讲的就是指这个这磕头师的公案了。可是是不是完全用偿命的方法来完成呢？他这个偿命是一语带过，你要知道有时候重罪轻报，你要看你的修行力量，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有些人没出家没病，一出家都是病。我应该是，我不是说你有人都是病，那没有关系，那是你在消业障，你要顶下来，懂吗？要顶下来，懂意思吧？那过去有杀业就在轻报当中，一定要顶下来。 OK，好、哦、是这样，那就是可能就是业报，业报障，就是过去我们犯了什么因缘呢？所以这样子啊，如果杀人不死，放中方便可悔罪，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哦、那个名字了，好，我们不要提了。那么如果无心误杀众生者，不犯戒，看到没有？不犯戒，可是有误杀是业报，应立即给他念佛，念往生，助他往生西方，解冤释结，是吧？当时磕头师就没这么干，是吧？没这么干，他还投胎来干嘛？来当皇帝，拜托。那么这不当了皇帝之后就得受了，因缘聚会就得受，所以最好你去度他当西方极乐世界做婆菩萨，他就不会把你杀回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干啊，真的要这样做啊，真的要这样做。因缘聚会时你就得误报，我是误杀过很多众生的，好可怕。出家前、出家后都有不小心呐、啊，这样子，我得赶快去往生了，不然我完蛋了。我是这样，将来就不知道怎么还你啊！啊，这不是讨债啊，是真是没得还了，解冤释结是吧？当时磕头师就没这么干，是吧？没这么干，他还投胎来干嘛？来当皇帝，拜托。那么这不当了皇帝之后就得受了，因缘聚会就得受，所以最好你去度他当西方极乐世界做婆菩萨，他就不会把你杀回来，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要这样干啊，真的要这样做啊，真的要这样做。因缘聚会时你就得误报，我是误杀过很多众生，好可怕。出家前、出家后都有不小心呢、啊，这样子，我得赶快去往生了，不然我完蛋了。我是这样，将来就不知道怎么还你啊。啊，这不是讨债啊，是真的没得还了，没人爱还了，我得要先照常一类照
啊，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因缘，我是不知道，所以我要好好念佛求往生啊，是这样子。好，这样了解吧。啊，所以说不犯戒，可是也误杀之业，这样这个磕头师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他没有心要杀那个蚯蚓，可是就这样子。好，那么再来，祝他往生，令解冤释结，并到佛前自诚求哀忏悔，一物不得再物。若见他杀，有力能救者应救，色不能救，当起慈心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那么犯戒的处断是这样的，凡犯逆罪呢，极重罪、极重罪、啊、皆失戒体，就破戒。那么不通忏悔，灭病僧团之外，也就是不让他住在僧团里，任何地方都不让他住，就叫他还俗，作为一个在意世俗人。那么此生永不得出家受戒了。那么犯中罪及轻罪，通忏悔，可到师长前发漏。那么犯灭掉犯戒的罪，忏悔之后呢，戒体仍复清净。以下各条犯戒处断呢，准此为例。也就是什么中方便跟中罪的中罪跟轻罪都是可忏悔的，那么重罪都不通忏悔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奇怪，逆罪、极重罪跟重罪，看看后面那个表的话，我们不晓得它的极重罪跟重罪怎么分别。我们知道有个逆罪，有个极重罪或者叫重罪，那个极重罪到底是什么呢？文中好像没提，我们可以约略这么讲吧，杀人是重罪嘛，他前面已经这样讲了，对不对？前一段的第一行已经这么讲了。那么杀忤逆是什么？逆罪嘛。那么这个极重罪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啊？可能就是杀沙门啦、啊，哦，像这样子，师长啦、啊，他不属于逆罪，可是他身份又特别，啊、哦，他身份又特别，是不是啊？他身份特别，所以算是极重罪，哦，这样子不该杀罪，你有恩的人你都杀，这不可以，应该是这么认知，是吧？好。这有赞叹水洗沙、啊。对呀、啊，那叫你的师应该是戒师比较戒礼。如果说站在这个角度的话，有水洗赞叹沙。就算说被强迫还是怎么样，可是你这样就已经也是比较了。有交杀的嫌疑啦，哎，因为他在问，还在不确定的时候，你说没有关系，他就杀了。可是呢，杀也要有什么样子？我们来看看后面那个表记。犯戒条件是有生命众生，知是有生命的众生，故起杀心哈。但是我们说可哎、欸，你杀没关系，这算不算就算故起杀心呢？好像啊，已经是有教杀的那个意思了嘛，已经有教唆，是不是也就教唆的意思是说我想要杀死那个胎儿？那当时他问的时候，我说杀没关系，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至少是水洗，哦，哎，对嘛，同意了嘛，至少是水洗杀嘛，见作水洗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快劝死，探欲死，快劝死嘛，做如是思维，种种方便，探欲死，快劝死啊，是比丘点点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嗯、你看看，啊、哦，探欲嘛，夺男子用死恶活为，宁死不生嘛，对不对？夺男子用死恶活为，宁死不生。这样讲都不行了啊，宁死不生，这样讲都不行。我也没叫你死，我只是说我宁可去死，这样都有点暗示他死这样子，对不对？那这样讲下来真的是有犯众哦。我觉得应该积极的说不要干。这么难啊，又是生出这种小孩。对对对，绝对是不能讲的，不能赞同，当然是绝对不能的。除非你说什么你要行菩萨道了，你所谓的行菩萨道了，啊，对啊，他就施戒体还俗去嘛，啊，是比如说要这样，他就得是什么方法？嗯，对啊对啊，这是一个办法，就是激荡出你。当然我没有固定的意见了，哎，刚刚举手哈、啊，哎。
蚯蚓，哎。啊、哦，是这样子哈，请坐。是啊，像这是不是有问题，对不对？我还了那么多，其实是这样子的。在当他没有做这种任何的回向、功德回向之前呢、哦，一命是还一命，在业报上就是这样而已。他完全没嗔心，这个皇帝根本也没有起嗔啊，他是误杀。我知道，可是这个公案本身是不是皇帝根本没想到要杀？他还是误杀，他只是说杀却是在下棋的时候说我要杀对方那个棋子，在讲这个话，而那个人这样听，所以皇帝也没起心说要杀人呢、啊，他也是误杀的呀。这以误杀对误杀，你的意思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用那个人的身份来受果报，跟那个虫子的身份来受果报，这不是相差太多了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是是，是会错意嘛，所以完全皇帝完全没有那个想杀他的念头，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当时是虫子被杀，哎，那虫子的意思就也命较无遐计达得着，也反应嘛无遐严重，是不是呢？啊，这个这么人呢，这么人去要抬，也反应一定较严重的呀、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两边因果不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业报会增长广大的，所以说以前我打你一个巴掌啊，三十年或三倍就再还你，三四再还你，就可能不是一巴掌还你哦，可能是搞不好生命交关哦，甚至一把枪打穿你的脸颊都可能。哎，借钱算利息，对，就是这样，会升息的嘛。所以那么久了哈，他没有还报，他真用人生去还报就有道理了，这样懂吗？好，因为业会增长广大，这个是《菩提道广论》里头也讲到这个道理，是吧？好，是，是，是，对，全身扑下去了。菩萨道是这样行的嘛？人家的本身菩萨是这样行的，也就自己能够牺牲嘛。好，能够牺牲到这种程度了。也有这种程度敢割啦，好、哦，那这样子懂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菩萨道的观念，同等的，还有一个是同等的，命跟命之间同等。刚本来我也要讲这个了，后来我把它讲到那去。刚刚那个同学知道吧？还有就是说，命跟命本身没有分高低，啊、哦，它是一条蚯蚓，虽然价值不很大，生命长短也很短，可是，在人的立场来看。或许我们觉得它很不值得，可是生命本身贪生怕死那个感觉呢，人也是，蚯蚓也是，强度是一样的，不管它起不起嗔心，对自我存活的那种执着感是一样的。从这执着感来讲，这两个公这公案的前后两件事情是很公平的。好，但是如果从相上来说，哎，大祖师有功德呢，他误杀的话，这个是不是也麻烦？这个问题，刚刚同学可能也没把这个问到底。我误杀一只蚯蚓，它蚯蚓就是蚯蚓，昆虫而已，是轻罪嘛。现在，那我误杀一个蚯蚓，那当然是轻罪。现在我误杀一个有功德的得道高僧，好，生命本质是平等。可是，就按说嘛，极重罪是杀师生父母，杀师生这种修道人嘛。那像他杀师生，那同样是误杀。的前提底下，一个杀小虫子，一个杀这个，生命固然平等，可是功德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分？怎么能够拿功德来还债呢？可不可以呢？问题是这样还不是这样还，是让这个梁武帝遭罪啊，遭更多的罪啊。没有错，可是他刚刚的意思是说，这个并没有还得很清楚，因为他用最大的功德来还，那这样好像是不是功德上面有不平衡？他好像问这个问题。那杀的话是那个冰山，不是梁武帝杀。梁武帝的话，他没有，这在这因果上来讲是等同他杀，因为是他下令的嘛。哎、欸，是为他杀的嘛。
以受报的立场是绝对一样的啦，我们刚刚已经说生命立场一样嘛，他那个同好，这事情暂缓了，这反正还有的谈的了，还有的谈的了，确实是还有的谈的，因为梁武帝误杀了一个有道高僧，这怎么会这么讲？这不管还不还呢、啊？当下这一念因缘怎么看呢、啊？是不是现身的因缘是这样子的呀？像那个不是有五百多万吗？嗯，就那个不见官，结果跟他当回山，另外又修了。对，是。哎，是是是，没有错，狗爸这样扯平。那我们怎么认知他这样扯平的嘛？那扯平又为什么嘛？扯平又为什么？对呀、啊，是这样子啊。那五百阿罗汉的事情，那五百不是罗汉了，五百那比丘的事情，五百比丘。好，这个暂缓了，这谈论下去我们不能上课了。好，那么呢，这总而言之的这事情，我想一定这个绝对是对的啦，但是对在哪里？面对他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能了解那思维，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犯重罪及轻罪可通忏悔。那所以说这个重罪及重罪的差别，应该是指的那个刚刚那个杀师师父啊，出家人，这是及重罪啊。好，那么再来，或者自杀，或者叫他杀，或者见杀随喜，广如律中文凡不入，就见作随喜啊。见作随喜都不行哦，杀了货抬了货，这样都不行。叫他杀，教他怎么杀。所以外面有一个什么完全自杀手册，有没有？后来现在听说被禁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书？你有没有看过啊？啊，就日本书嘛，日本人写的嘛，日本人写的，然后被翻译过来这样子，叫完全自杀手册，完全自杀手册啊，对不起。你怎么你怎么冒出这个问题来啊？我唬你哇，老公啊老公啊，这个哈，蚯蚓是不是一只变两只呢？其实还蛮有的考虑的啦。嗯，蚯蚓有个再生环，你们知道吗？事实上它理论上说是说再生环的那边才能存活，再生环内另外一边就是尾巴，它不会生成两只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读的，是不是真的会生成两只吗？OK OK， 对，关于无性生殖的问题是要讨论一下，但是我们暂缓好不好？这样弄下去没办法上课，没办法上课。嗯，好你垃圾的样呢，弄乱你。确实是问题啦，对啦，关于这个问题确实是啊。好，我们暂时等一下再说。难道蚯蚓有分身术是吧？好，再来哈。好，自杀是深夜犯罪，凡自首杀生，或者用刀杖，或者执木石，或以毒药，乃至于推落水中坑中啊，这么等皆属深夜犯罪呢？教他杀是口业犯罪，那么或以恶口令他自寻死路。K C C 以后了，哎，你讲啊，讲 K C C， 我来试，好当你去嘛，你去嘛，你去我看了，啊，那是啊，那这样就是犯杀了，懂吗？有那夫妻吵架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要就自杀了，你出去，我等你去啊，跳了，是啊，这样子，这样实在荒唐，是不是？还有那个女人有没有跟丈夫吵架，吵一吵，她不是现在自杀，她丈夫气起来，我杀你，杀嘛，你有种你就杀嘛，你没种嘛，我就知道你没种，没种就真的把她杀了，这样怎么办？两个都犯杀戒啊。我教唆他杀人，那他真的杀了，所以两个都犯杀戒。假衰，哎呀，我告诉你，太信了，是不是这样？两个都犯杀戒，懂吧？所以说，真的嗔心起来，很荒唐的事情都冒出来，是吧？好，那么就是或者以好言劝他致死，善人用此恶活为夺，男子用此恶活为宁死不生，就是这个啊。他死了，他死者是什么？什么他死者？犯重罪哦！如果叫他这样做，那他死了，你就犯重罪了。或者以语言信件呢，教他人去杀生，
啊，张三教李四去杀王五，李四听顺张三所教而杀死王五，那么张三李四两个人同犯杀罪，一个是随喜教，一个随顺学，一个是教导，那两个都犯杀罪，是吧？那么与他人毒药令自杀死者得重罪啊，得重罪一样啊，还是死的。关于引他毒药哈，有一次有人呢、啊、去恐吓广清老和尚说，来这杯，老和尚这杯你是要给我200万呢，还是要喝下这一杯？老和尚脸都没抬一下，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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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下去，那个人拔腿就往下跑，从这再也没事了，是这样的。他真的有那个能耐、啊、脸都不抬一下就呱呱呱喝下去了、真是有那个能耐、哦、那不是开玩笑的。人家看陈天师很有钱嘛，而且卡油啊，说你是要喝下这一杯呢，还是要给我钱？说厉害，我靠厉害。那么呢，这个得重罪啊，同犯呢杀令自杀死者得重罪，或者见杀随喜是什么？属于一根杀业，一业杀业，杀罪，犯戒犯罪啊。如看见他人杀生时，心生欢喜，口出赞言，该杀杀得好，这等事虽非自杀，然有助长他杀之前，杀生之心，罪无可观呢、啊。故名为犯，这也是犯重哦。好啊，杀得好，真好。所以说看电影、啊、就麻烦了。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这坏人好坏好坏，好人正在追赶他，然后两个人这么的决斗，最后你就赶把杀死，把杀死，杀死好啊啊！大快人心，像这样没有增进，可是怎么样犯杀心？这是算违犯菩萨道的，违犯菩萨道，你杀心就这样子。菩萨是没有善恶，不用说是恶人，乃至杀父杀母，你都不能以恶言恶心加报的呀，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今天已经看那个电影，你就哎，嚯、哦，我那舞台戏也啥的。下一集我一定要看看，看那个死这个坏人怎么死法的。你这是恶心遍布，这不行。所以看电影还是要很小心哦，还是要很小心。但是他不犯罪啦，因为他是那不正境嘛，不是真境，不是真境界，你懂吗？不犯重罪啦，不犯重，但是有心是犯菩萨戒的，起杀心就犯菩萨戒的啦。好、哦、你要知道，那如果要以四分律的话，第二念头再随顺都已经有犯心的不戒而一心的那个过失啊、哦、就像说，所以像这一些都是还要小心注意啊。那么呢，那么此处呢，只举制作叫他见闻随喜三者而已。至于种种不同的杀法呢和结罪的轻重，在大律当中讲得很广很详，因为文字繁琐，大师故不录。这就是在这里啊、这里呢，我想我们的补充的部分呢也都有了啊。好，不必。那么好，接下来我们看这段文字。今载东岳生死啊，那么呢，取竹筒，取放竹筒中，暖以明煦，阳以逆物，那么呢，恐其激动而死也，乃至绿水覆灯，不续毛里等，皆慈悲之道也。那么这为类尚然呢、啊，大者可知啊，各位啊，大者可知哈。那么这我们先消段文，在经典上记载啊，在经典上是记载什么呢？啊，哦，是四分见度啊，的150页啊，没有四分见度，他找出这段原文了。啊，这老病的比丘怎么样？老病的比丘他很厉害，他就找到原文，十分见度有这么一段。他说有个老病的比丘啊，那么我们看这个150页哈，老病的比丘呢，晚上朔起气势至地，那么皮疾佛言听以气，那么呢若什么？那个是怎么念、啊？哎，忘记了，那时候吹是不是？好像是吹。好像是吹，翠是吧？鸟兽的细毛嘛，我知道是鸟兽的细毛，好像是吹翠的样子。翠啊，若翠若什么？若结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啊，若蔽物，蔽物是坏的东西。若棉，持着中，就把它放到棉里头去。那么若是走，听以什么？走就跑掉了。听以足做什么？铜甚之。若出，以盖覆之，不让跑出来。若无足，
若甘草席，甘蔗席，甘蔗草，甘蔗草，甘蔗草，一枝啊，啊呢，若木若为，皆可为之。啊，就是这佛陀真的教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在那个，放在那棉絮里头啊，啊，让它不跑，然后把它送出去，啊，第二天再送出去，不是每一天一直送。关于这个狮子的事情啊，还记不记得那个窥基大师跟道玄律师的公案？哦，窥基大师那个密恨很吓人，是不是？那大菩萨再来，是不是这样？那么你看看那个狮子这么 一弄，他掉在地上还会喊痛啊，痛啊，这样整夜喊，是吧？那么像这种情形就很了不起。好，这个公案你们听过吧？那么所以说要注意啊，这样真的是。还有对，哎，你们看不看？你们有没有看过出家人打蚊子的？有没有看过？到处有啊，我他妈看了多少遍了，到处有那个，就在跟我边跟我讲话耶，视若无睹，啪！哎，刚刚那个佛陀说要慈悲啊，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子，哦，要命哦，真的是这样。我说，哎。欸，没关系，这个没关系，这样子的你，真是荒唐啊！怎么会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会忘记呢？啊，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就有点荒唐了。好，那么这个我们回到原文来，故放竹筒中啊，暖以棉絮，这个棉絮把它放进去，那养以腻物，腻物就是一些油腻的东西不？啊，这样，那么恐其激动而死也。不过呢，放一夜还不至于吧？你就是没有腻物，你把它放起来，然后第二天就赶快把它送出去了。不过话说回来哦，送去要送哪儿呢？放生，现在讲到放生，就是放生嘛。放生之前给他三皈依，那么撒大悲咒水，好好放。我问你在什么放？放哪儿去？我也是有点怪，我也是觉得顶多能做到不现前杀死他了，因为外面很冷喽。那么他这东西都一向在人的身体上面，也是很冷喽。那么你说逆物的话，他吃完了又怎么办呢？啊，像这个问题的话，佛陀或许不处理，是为什么？因为没办法处理，凡夫立场没办法处理。啊，怎么说？150页。是啊，他说观时能暖而安置之嘛，故因于故绵薄上嘛。是，最后是怎么样？任其自活，是不是啊？问题就是狮子这个东西，它一在活体当中的呢，它一直在要在活体当中，它没办法吃其他的那个，你知道那个跳蚤那样子吗？嘿，那个跳蚤，它会在那墙壁上待很久，它如果是有硬点的果，它就在爬上去，它就跳回来，对，它会在回去，那个招反了，它会停在墙上面等待。哦，有哦，这样子，那就还勉强。如果是这样，那这样就不能把它塞住。不过这样你也不能牵一条狗来给它那个。总而言之，让它随顺因缘了，找到狗就有狗，没狗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哦，也只能这样。不过我们也不能作意把它放到有狗的地方，这样又对狗不慈悲啊，这好难哦，是不是这样？我就遇到这种问题啊，这个我都平常遇过，比如说米生菇啊，不要弄。嘿，菇啊，跟他吃米呢，对吧？啊，你即马你啊 QQ 要放在外口，伊都无米通吃，伊咪叫叫翘去。下一寡米给伊钓，啊，吃了要安那？啊，就是讲规撮拢给伊啊，啊，就只撮尔，你点只生的，你咪点只死，无要安那？安尼尔，啊，不就哦，一大撮，你给伊，啊，砍砍的，啊，佮都佮砍好势啊，哦，够老啊，母仔有啊吃母嘞，好，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辛苦啊，还有像这样子都是问题啊。所以总而言之，也只能任其自活了。最后结论就是这个了，是不是也只能任其自活？对不对？因为照刚刚那个高同学这么讲的话，他事实上是可以停留很久了。那剩下就看他的因缘了啦，看他因缘果报了啊。恐其动，激动而死。我们尽量做到那样就对了，尽量做到那样就对。乃至于绿水覆灯啊，像绿水覆灯，像我们南普陀都不点灯的啦。不点那个油灯呢，就是因为怕伤身，就是因为怕杀生啊、哦。
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居士来问老和尚，问和尚，和尚说啊，不要点了，现在有电根就好了。然后他就这意思，而且电灯也要小心的，电灯也要糊一下，里头也要糊一下，糊那个什么棉纸、宣纸有没有？让它没有细缝，不会叫什么啊，那整理了啊！你不信，你把那个灯筒掀开来一看，哦，里底全是我的蚊子尸体。好，你来去清洁，你就知影，买安尼了。所以那可是完全封闭的电灯，很快就烧掉，也不行。所以一直要想要找一个很密很密的铁网，这样把它扎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反正就我这是很难的啦，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容易。哦，还有一个，这个古来哈，古时候的灯没有什么罩子，也没有玻璃，那到底他们怎么点呢？我看过，他是把它拉拉拉拉到上面去，有那个佛前长明灯呐。那我去看大陆很多道场哦，他也没有盖。好，你们有一些大陆过有看过，也是没有盖。那到底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啊，是不是啊？而且完全密闭的话也不行，完全密闭空气也不能烧，是吧？在古时候完全密闭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办？那留一点空气，留一点空隙，空气就是会跑进去，它就是会跑进去。我都试过了，乃至洞留在下面照样跑进去。啊，是这样。好，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还得要用心呢，这很不容易，护这个身真不容易。好，乃至于绿水覆灯啊，那么绿水就为了怕引到那活物，覆灯就是怕它飞蛾扑火。那不续猫狸，为什么？猫狸是抓什么的？抓老鼠之类的，或者是什么？那就知道怎么样，不要养它。可是真的有道场养猫狸哦，不是台湾道场，大陆古代有猫养猫狸，你知道为什么吗？要赶老鼠啊，不然它蹲很多米啊。那你知道怎么养？绑个铃铛，它一跑起来呢，就那个老就跟老鼠讲：“来，我来了，我来了。”老鼠就跑光光，这样子，所以让它只能够赶老鼠，而抓不到老鼠。所以他每次照一下啊，我告漏了未丢，照一下我告漏了未丢，哎了，都、就是不要你了未丢，是这样，就绑个铃铛在那里。啊，叮当叮当叮当当叮当，老鼠跑光了，是这样子的。嘿嘛是有可能，但是以为猫啊很吼，哎，猫起来会惊，你怎样？你看，如果壁虎在家里吼，那蚊子不敢停那边的墙，干嘛？它专门吃那个蚊子，它有那个味道，会怕，就以造成恐吓作用就对了，是这样子。还有可以怎么样？那个啊，可以移防啊，干嘛？这只猫移到那边去，把这只猫移到这边来，然后让它移防的时候，它另一个新的环境，它会还会努力抓一阵，你懂意思吧？也可以考虑这个办法。哎，看到都下来惊嘛，会惊嘿。几个这种猫啊，吼嘿，有猫进去就很有威德啦，简单讲就这样子，哎，会震慑人。也威力文喵，安尼豆高，惊都飘出来啊！还有夜果，夜果过去的夜感所招，他就天生要怕他，是这样。他一发威，他就掉下来了，是这样。猫怕老鼠是有这回事，但报纸也写过，那只老鼠3公斤呐、啊，好大，连天花板都顶不住，掉下来，好大一只老鼠，把猫都给吓跑了。还造成新闻，是有这回事没有错，不过也太逊了，那只猫憋脚猫没抓过老鼠。是啊，你所以说像这种情形的话，是还是有点例外了，但基本上古代的大德是确实是有，我在从您的什么书里都讲到说，如果养为了要赶老鼠的话，就是让它绑铃子，绑很多，叮当叮当叮这样子。那么皆慈悲之道也，这是慈悲之道。总而言之，你知道这个精神是在这里了。好、哦，换句话说，你的那个我们外面那个公共场合哈、哦，露天的地方那个盆子、脸盆什么不能够怎么样养放，养放将来久久就生蛆，完蛋了，不能处理。是吧？你得要倒过来，倒过来还都不一定行，还得要挂着。为什么？因为倒过来，它那个边缘呢，什么豆凹，豆凹够有积水，叫熊也生。嘿，那看阴天的叫熊也生，我都把肚肚安呢。
所以你要你要看一下，实际上我卖坑在外口安尼，弄个打打，哎，这也是，我也就麻烦嘞，生起蚊子来很麻烦啊。大者可知矣啊，这大段是这样子。那么前段讲到戒杀，这一段讲护身。那么呢，冬月生死取竹取放竹筒者呢，戒精仔了，一老比丘身上生死啊，不敢杀害，夜间频频起床，将死放身门外了，累得很疲劳了。比丘白佛，佛听，将死放竹筒中，暖以棉絮，阳以逆物，以免激动而死。早晚送去放生于墙隙或者木孔中，任其自活。对，就是这样子。那么古人御寒的工具很简单，为棉絮衣被，被火烤而即烤火而已啊，故容易生死啊。今时科学发达，冬季怎么样？严寒有电热器、暖气、热水袋以及尼龙衣被等，故很少生死。然虽然不生死，古人对于死的护身细行，尚可作为我们怎么样戒杀护身的戒禁。问题是现在有以前还有人生头死，现在是没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那乃至于二字是指超略之时，举前护食，及后绿水覆灯，以概括不得烧焚烧山林，什么绝湖塞沟，塞沟，塞沟知道吧？把沟子塞住，让它不能往下流，然后就一直哇糟糕了啊！也是鱼也死了，什么都死了啊！绝湖是什么叫绝湖啊？把湖水给放了。好，掏掉抽掉叫绝湖，那鱼子就死光了，是这样的绝湖啊。焚烧山林就恐怖了，有惊慌恐惧报，将来投胎为人的时候就继续有这种惊慌恐惧报。绿水者，佛观一波水84000重，所以佛是出家人喝水需用绿水囊，滤过方喝，以免杀生。若外出5里以上需带绿水囊。佛是有二比丘啊，远道去亲近佛陀，忘了带绿水囊，中途口渴，见路旁池水有虫，老者持戒不喝碎食，少者求佛见佛，心切饮水复前行往见佛，佛则呵斥他呢？怎么样？佛子不持无戒，虽在无边，那么去无千里，年老比丘持戒使故得生天上道，早已到此啊！啊，你看这样子不是？这个因缘呢，持戒的关系呀，啊，持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啊；不持戒，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呐、啊。啊，现在各寺院虽然无滤水囊，但是喝的是自来水，在水厂已经过滤了，故不犯戒。若出行中途，可买汽水喝。当时最好的是汽水了，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汽水没人要喝了，都喝一些什么健康饮料，什么什么叽里呱啦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哈、哦，都喝那些，是吧？免了犯戒，所以现在这个也没有问题。还有矿泉水可喝，是吧？那么覆灯者，古时用油灯，点灯时常有飞蛾扑火伤身，为了护身需用什么？照护啊，照覆灯。今时用电灯，但夏夜开灯时，应将门窗关闭啊，关闭热死喽，怎么？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以免飞虫入室，不得出而上身。你看看这个实在不容易哈，要纱窗，可是纱窗我住那个海拔那个地方哦，照样进来，它太细。好，下课啊。那么太细很难。关于这部分，下一次我们要上到有关于这个放生到底可不可的问题，以及怎么放的问题，要考虑一些问题，好不好？那个班长帮我记一下。哎，上次好像叫你帮我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继续谈呢。这什么？哎，对了，那忘了讲，那是讲不净观才要讲，对不对？好，下次再讲吧。那么现在我们就下一次上沙弥律仪的时候要讲到关于，帮我记一下关于怎么放生的事情。现在你知道农委会定了一条法律，怎么样？放生要罚款，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冲着咱们佛教徒来的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接受？也得接受啦，因为确实是有一些人放生等于放死，我都看过。我从大学时代就做放生了，做到最后来，我就真的也没办法再做。原因怎么样？我们下回分晓。好，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